哦。不会啊。啊，那个消防员叔叔，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辛苦？嗯。想要当消防员？为什么不会？因为可以拯救别人，也这样帮助到别人。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营队？因为妈妈说他们第一批次的都说很刺激，很好玩。那、你自己参加之后感觉会不会觉得消防员很辛苦啊，不容易？对。因为事前的预防了哈，可以避免灾害，然后学得这个技能以后，可以远离这个真正灾害来说，它可以远离了哈。这次的整个消防暑期营啊，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呢体验防灾救灾，而且防火救灾，包括我们交通安全的一些常识，让他在这个体验当中能够理解，然后那我想这个从小呢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观念哈。那我想对于我们未来无论是家庭或是整个的这个社会或是社区都非常有帮助。暑期消防营受到很多小朋友父母亲的一个好评了哈。那我想我们消防姐不排斥明年再做加码了哈。那每一个关卡只要通过，都会有赠送礼品。